我是真他妈不想玩了，什么鬼啊！他妈一点手感都哎呀，没不有，想什玩就么？退，不想玩就退！哎呀妈呀，整的给你矫情的呀！你就杀一个哦，杀俩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那你还有点用，剩下俩你退吧，好吧？不强求你玩这个游戏，别狗没叫必要，了，没算必要。了，别狗叫了。你这个怎么说呢？我都不想怕你，你都这样了，我就顺从你了啊？没有，我打狙，你不敢打的狙我来打，你不敢架的点我来架。吵啥呀？我操！你不敢跑的路，我跑得比你更拿快。走的。哎，你不敢跑的路，我跑得比你更快。哎，哥们儿，风筝撤喽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再空两枪呗。怎么没中啊？哎呀，要不再空两枪？没有，黑色在后面。你弹夹，他弹夹就6发哦。哎呀，空了5发，还有一发是没打，嘿，打了说不定也空。不是，6发空5发，还有一发没空是没打。30杀，不是好好的，行不行？来，你给我发个枪，刚好你给我发个枪。3个0杀，不是，哥们儿3天没嘴人了，哥们儿已经3天，帮我加个点，我扔个雷。帮我加一点，帮我加一点。炸死一个，炸死一个。死了。哎呀，A 打野就你看，我说我屋漏神话，我说我要买的，玩我不要整玩？的核心元气是因为我屋漏神话玩的很强。那个吧台里面。吧台里面，然后冷知识，它是个镜下面子弹接收器。5杀，帅不帅？不说还真看不见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你看我屋漏神话，我屋漏神话玩的很屌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这个皮肤就是我的手感，它就是完全对我手感的。这个皮肤就是。行吧，老子玩单机了。哎呀，刚好他一枪死了，难受。3个0杀，就剩一发，借过赌，不是我好多传，我好多神话都剩一发，欧的那个神话我也只剩一发了，就是因为不想要才不抽的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一对兰陵王？哎，我要压力他了，不是你钩子隐身啊？不是三个人加起来，不是这三个人怎么 KG 豪言壮语，中途沉默不语了？不是听你们赛前吹牛逼挺强的呀，怎么？我是真他妈不想玩了，什么鬼啊！他妈一点手感都哎呀，没不有，想什玩么就鬼啊！退，不想玩就退！哎呀妈呀，整的给你矫情的呀！你就杀一个哦，杀俩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那你还有点用，剩下俩你退吧，好吧？不强求你玩这个游戏，别狗没叫必要，了，没算必要。了，别狗叫了。你这个怎么说呢？我都不想怕你，你都这样了，我就顺从你了，我都不懒得说你了。你都这样了，我除了顺从你还能干啥呢？别说你俩了，我快杀你俩，我快杀你几倍了，我都快。我再努把力，我要杀你10倍了！我俩加起来，真不至于吧？你打个人机，不是，我今天还拍俩人机，他们一共杀4个。
你真不至于吧？这关键是那俩人机，他杀了四个呀！你不能说比那俩人机还菜呀？啊，也有可能，毕竟你都这样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你那小大脑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个啥，反正我敢肯定，里面装的除了大脑以外啥都有。我给你摇摇，真的是，你还好意思搁那说话？你换我，我都沉默闭麦，准备道歉了。不是你钩子，你说什么话呀？你换正常人装，来给我发个枪。你换正常人都开始装死了，不是哥们儿，你要不游回家得了吧？人家都开始装死的时候，你还好意思讲话？你去排把人机，你看你们家人机都没有杀林哥的，你现在去人机模式排一把，说不定哦，不对，你有可能被人机碾压。算了，你别去了，怕你自尊心受碾压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说为啥别人不骂你呢？是因为他觉得你都这样了，跟你吵没啥必要。为啥我骂你呢？是因为我觉得你都这样了，我再不说你两句，万一你活过来了咋办？哎，大脑发育不完全，小脑完全不发育，你俩整一起，你们要不整一组合？你是弱，他是智，因为他还杀两个，人家起码有点智商，你就单纯的是弱，你就像是那个 TFBOYS 里面的王源。啊、哦，不对，你没人家的名气，人家还能抽点蜂王呢。你丁真都比你有学识一点。就是哥们儿，虽然黑丁真，但是哥们儿也认为丁真比你强一点，还有一零杀呢。这样吧，你也别进场了，你看你窗外没有？打开窗户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然后好好想想你为什么这么弱智。最有压力的一集，素质主播，只能说，哥们儿打成这个样子了，只能说，这局我骂他骂的是一点压力没有。我的才华正在涌现，思如泉涌。我边骂他，我还能边操作。主要是我能边骂他，我边操作。三个人加起来一共杀了四个，妈呀！还他除我都还我还能给他余一个出来。